等等，正国集团，那不是老马负责的公司吗？神主大人，这是最新的芯片技术资料，你快拿出。别废话，我大夏从来没有丢掉战友独自逃命的先例，跟我杀出去。怎么了？云溪，我想起来一位朋友，正国集团的负责人是不是叫马腾云？是啊，马腾云，那可是正国集团的大老板，我们这个层级的哪能接触得上啊？正国集团云城分公司的马总叫马鹏宇，人称小马总，是他的侄子。云溪，我认识马腾云，这件事情我去办。你认识？别乱说话了。你乖乖在家等我，我去去就回。你，你搞定个屁！你就是一个臭替身，吹牛不打草稿。像人家马腾云那样的人物，跟你有什么屁交情？哼，不自量力的傻子！女儿，不用理他，赶快去。行，那我打印好合同就去。慢点啊，凤舞，让马腾云速来见我。